Hello，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我刚开了一个 Discord 的群，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和我一起交流互动的群。大家，你们可以如果想进的话呢，可以往底下的这个邀请的网址按下去，你们就能进入了。当然，你也要有一个 Discord 的 account 哦，不然的话呢，我要怎么去跟你说话 ？OK， 好，现在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的影片先。等一下我们在 Discord 里面就可以讲话了咯。Hello， 各位观众们，欢迎又回到来收看 Officer CK 今天的影片。今天呢是星期三，也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一个马来人呢，他们第一天的过年啦，就是 Selamat Hari Raya。哦哟，这是今天的爽快。所以呢，今天呢，我就采用了这个马来西亚的模组，还有马来西亚警察车子来做今天的巡逻。所以呢，希望各位可以把今天的影片呢分享出去，给众多的马来西亚朋友们观看。然后呢，我相信今天我讲的是华语，所以呢，很多马来人都会听不明白，因为他们都是讲 Bahasa Melayu。但是曾经的时候呢，我有做过马来用这个马来语来说的一个影片，只是说呢，真的是没有受到很大家的喜欢，也许他们可能不是很喜欢看我这种影片，所以没有关系。既然我就做不到他们的这个生意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生意好了。OK， 我就想怀疑你们看啦。OK， 所以就希望你们各位多多支持 Office CK YouTube 影片，希望可以赶快突破就是10,000位的订阅者。OK， 好，来，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巡逻了啦，使用马来西亚的这个 Evo 马来西亚警察车子。OK， 来，我们来等着这个案子，看一下今天我们总部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案子。今天是海拉夜，所以呢，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路深度呢，人潮没有这么多。OK， 有一个人来了 ，discharge for laser pointer at aircraft， 什么 ？discharge for laser pointer at aircraft， 这个是什么？哦，明白了，这个是。这看起来应该有点关系到年轻人吧，因为他好像是要拿着那种 laser 啊，那种可以射很远很远的红色光，红色那一种蓝光啊，是啊，还是红色那种光线指向那一个飞机场 ，laser 啦，我们所谓讲的镭射啊，用镭射来指向那个 aircraft。停下来哦！你一直跑，不要一直跑了，快点！我是驾车啊，你是用脚步跑哦啊！你想要偷车是不是？哇，第一个嫌犯就让我们追到这么辛苦啊！我身上有一支这个电枪啊！我们这个陆深度的马来西亚警察呢是会使用电枪啊。不像加真实的马来西亚警察，他们都没有使用电枪。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使用电枪。其实电枪是很重要的一个武器啊，对嫌犯的话啦，因为呢，我们可以不用射杀无辜，就用电枪就可以搞定他们了。这种叫 taser。人家我们跑到很远，好像没有办法能够赶快到达现场。喂，快停下来，不要再跑了喽！哎呀，很靠近他了，很靠近他了。我们用雷电射他先。来，准备 ，OK， 手举起来，先生。为什么你要拿镭射向住这个飞机这边发射呢？啊，你是没有事情做是吗？开斋节啊，人家现在是开斋的节日，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 ？OK， 好，来，我们就抓着他。我带他过去我们的这个车子这边先，因为车子在很远的地方啊，所以呢，我们需要用到一点时间了。各位，我看我还是不要，你看我的这个同事，他一下子就不想要跟我一起做巡逻了，因为呢，他认为我好像讲太多话了。OK， 我觉得我 cut scenes 啊 ，OK， 好，首先我们已经来到现场了，就是这一个。我们的车子在这边，然后我把它带进车子上里面先。这么后面那个人，
哎，先生，不要玩你的轮胎，为什么你一直要玩你的轮胎？你是很有钱是吗？哈？哎呀 ，shit， 不好意思，我跑去撞你的车了。哇，你在上车？喂，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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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拉你下来，快点 ，Come on baby，get down，get down， 啊 ，good，OK、okay。怎么？你要打我、啊？你要打我吗 ？Oh shit！ 哎呦，你要打我、哦？啊 ！OK OK， 来来来来来来，走啊走啊走啊！你打不到我，你打不到我，拜拜。OK， 还这边有一位警察在那边，这应该是我的 partner 是吗？不是，刚才我 partner 不穿这个衣服了，这是另外一个警察。你要打啊！你要打，你要打，来打打打，来打啊！你要打。啊！哎，警察射你啊！警察射你、啊！哦哟，你干嘛？哎呦 ，shit！ 哦，哎呦，我的帽子掉了！啊，打我！喂，什么事情？哇！我一拳吧就吓跑了那位警察，还有那个红色衣服的那个人。哦，那 OK， 叫我去，我们去射回我们的帽子先。哎，还是不要了，我们通知这个陈教署。的那个警官，不要，不是陈教署，是警察的护送单位，叫我们来到现场，把这个嫌犯给护送去警察局先。OK， 好，我们的帽子就在这个路上哦，已经给那个车子斩过几两了哦，烂掉了哦。但是不用怕，因为我们今天是游戏的这个帽子，应该还是很轻，还是很爽快。然后我把地上的帽子给弄掉先。哦，喂，什么东西哦？哇，终于变过去这一边了。我的车在这一边吧？为什么会变过去那一边了？奇怪。射一张，射一个帽子吧，人就变直接变过去那边了，太厉害了吧 ？OK， 来。啊，马来西亚的这个 ，Malaysia 的这个叫什么？这个 police 班断也搞过来了，这不是 police 班断了，这是护送那个嫌犯的那个警察车子。Mercedes 也是 Sprinter Series。OK， 好，来，我们可以加去我们这个巡逻了，然后再看一下我们这目前来又会拿到什么样子的案子啊。整个市区呢，今天是没有什么车辆，因为很多人都回去赶蹦了。所以那些马来人他们已经回去赶蹦了，时刻呢剩下的人在这一边，在这个路程图里面，除了华人之外呢，就还有印度人还有外国人。 Illegal Street Race 哦，竟然在这个开台节里面展开这个赛车行动，哇，这样厉害、啊、非法赛车行动。好吧，我这辆 Evo 也是不错的，有办法能够追到这些赛车高手，应该是有办法啦，我是说应该吧，还不敢确定了，看一下先啦。看到了，就在前面，前方就在前面，看到了，看到了。哦，小心小心，好像是 sport car 来的，很美丽的 sport car， 它跑得很快。Hello， 先生，把车停下来。把车停下来哦！哎，还是继续的跑，他还是不放弃，很好，不放弃是一个很值得被佩服的一种精神，总是放做什么事情都不要放弃，所以呢，他现在做坏事他也不放弃，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对不对啊？我都想觉得，我做又丢一次做的话，也是会有成功的一天啊！你看。他终于成功了，成功要被我抓到了。你这一次，啊，跑！我是 Evo 啊，我告诉你，你有没有听过 Mitsubishi Evo？ 啊，这一次你知道死了啦，兄弟，来给我出来。嗯 ，OK， 哇，这样是博大的哦 ，OK， 不要紧。博大的头发呢比较跑得快，因为他的头发是没有长出来，所以呢，那个风会不会被他头发挡着？他的头发圆，他整个头圆圆的话，风比较容易过。比较顺，比较滑，明白明白。这样子的人呢，是最适合在这个赛车里面成为这个赛车高手啊。放心，我自己本身也是博大的，我自己本身也是可以成为赛车高手的啊哈。
Glenwood Boulevard. OK， 好，来，你可以给我上车吗？看你这个博大了，来博大，我带你上车咯。博大不会头痛啊，因为你的头这样子哦，晒着太阳，哇，那太阳晒到你的头整个要爆掉，你不会头不会痛哦，厉害啊，这种人真的是佩服。OK， 好，所以现在我们就接下去下一个。我们不记得，好像我刚才好像还有一位嫌犯还没有抓到咧，是吗？我记得刚才有两嘛，不是咩？刚才好像有两个嫌犯嘛，一个我已经通知了一个警察在追着他，然后好像没有动静了，现在应该是追不到了，我觉得。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你看整个路线哦，非常的空荡啊，一点都不塞车，也就证明了，这现在路程都这边很少人，很多人已经回去他们的家乡了。OK， 好了，所以我们可以就把车停在哪里？停在这边了，没有里面。OK， 对哦，里面。Pass to the suspect to another car， 叫我的朋友过来带走他，因为我很懒惰走进去这个警察局里面。OK， brother， 谢谢你啊。OK， let's go， 我们给他加去了。Oh my goodness， 我的车前面的 bumper 坏了，烂了咯，各花了。因为刚才我去追他的关系。用模组把它修理好了，等下如果再坏的话呢，就不会再修理了啦，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变得不真实了。我们要玩真实一点的，对不对？各位，我们相信你们喜欢看真实的影片，所以各位的你们，请记得按下你们的赞，还有别忘了守着 Officer CK YouTube 的影片。明天将会没有影片，各位记得明天是星期四，通常我是星期一和星期四晚上八点发影片的。今天呢是 special， 所以呢我就把它安排在星期三，因为你都知道啦，现在是 Hari Raya 嘛，对不对？所以我就来一个 Hari Raya 的这个影片给大家看，而且是使用马来西亚警察车子，全部东西都是马来西亚的。然后呢，希望各位你们会喜欢，别忘了记得订阅 Official CK YouTube 频道哦，一定要订阅啊！嘿，这个是护送的这个任务，要护送某某的一辆这个救护车。Hey bros, what's up? 没有啦，不是在跟你讲话啦。他叫你。哦，看到了。他应该是布兰萨贝梅拉的这辆车。OK， 对，的确没有错，看啦、啊。他这里是布兰萨贝梅拉。这个就是红星乐队。红星乐队。嘉欣，我要讲。是他走前面，是我走前面呢？应该是他走前面的哦，可以吗？诶，又好像不是哦。不懂，应该是我走前面的，不可能他走前面吗？感觉上好像是他走前面这样哦。你看还一直可以，他懂要去哪里，好像我不懂这样诶，变成我要跟着他这样。来，我带路。哎，不是那一边啦，那边是人行道来的喂。这一边是人行道，老兄。喂喽，哎呦，你讲驾车了，你真是的。来，过来，过来，过来这边。他过得来吗？我感觉好像是过不来，很难过来耶。你可以过得来吗？哦哟，那你一直都要给他撞倒了。OK， 来。快一点靠近我一点，靠近我一点，很好 ，OK，good， 很好嘞。来，我们开始，变成现在是我带领着他了，来跟着我啊。
跟着林北的后面，不要乱乱走，明白吗？不要乱驾驶啊，不要乱去别的地方啊。我现在带你去医院。哎，你这个家伙啊，驾车呢都是有问题的，很明显你们现在好像是有点怪怪的这样，所以呢，我要带你们去医院那边，就让医生调查一下你们的头脑，看一下是否是有没有奇奇怪怪的问题存在在你们头脑里面。驾车都驾这样有问题，你看还这么慢了，搞什么鬼啊？到底啊，可以快一点吗？喂，我在赶时间啊，快点！等下我还要去别人的家拜年呢，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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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就要到了，前面就要到了，快点，快点，跟我跟紧一点哦。Clear the road, guys. Clear the road. 我每一次走到这个 intersection 的路线呢，我就要打开这个 megaphone 了，因为什么呢？怎么想呢？因为这个路道呢，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现在正在护送着一些 VIP 很重要的一些人物。他的救护车子，所以呢，我们就不可以让其他的车子挡着我们。赶快下摩，哎，下摩！这个是 intersection 又来了 ，intersection 又来了 ，everybody 下，下这边，啊啊 ，this is the LSPD， please 下这边。这边也是要讲吗？这，哎呦，你看啊，撞车！你看这个死鬼救护人员被驾车的哦。所以你驾车驾这样，老杨可以驾好来一点嘛？真是的你！还有我还教你怎么驾车吗？哎，这边 ，What the fuck？ 喂，这边啊！你去哪里？喂 ，Oh my god！ 你去哪里 ？No！ 这边转，哎呦，你转这，你转哪里的哦？哎，转 U 灯 ，U 灯 ，U 灯 ，U 灯。What the hell 你哎呦，被驾车啦喂，眼睛踏晒啊，你的眼睛是在长在哪里？长在屁股上是吗？啊，我驾车驾哪里你自己都看不到，你是眼睛瞎了是吗？你看这救人员真是很欠打。喂，过来这边啊，你去哪里？那个伤者在里面等，那流血流到死掉了，那个伤者真的流血流到干了，没有血了咯，还不快点送他去医院，流到死掉了，到时候就告你谋杀，我告诉你，在这一边右手边 OK， 走过来，欢迎欢迎，弯进来弯进来弯进来，喂喂，哎呦，你在OK， 还要转去对面是不是？你看还要转去对面，还转去对面。哎呦，这个救护车子啊，真是的！你不让杀别没啦没啦的玛莎拉了你，哎哎，这拉克西尼啊！哎呀，去哪里？还要去哪里？哇，你很危险的，你这样驾车。哎，老板，你是不让杀别没啦嘞？你是什么？你是救护人员还是神经人员？他应该是神经不正常的啦。哦 shit， 你看这种人讲驾车都不懂哦。这样，哎呦，这样我要怎么办呢？还要吓你，还要吓你哦，还要跑那边来哦，还要跑那边来。We losing sight of you. Slow down. 哎，我已经很 slow down 了，你在讲什么话？是你们自己的模组的那个驾车人员有问题啊？啊，头脑有问题啊，眼睛踏晒了，过来啦！哎呀，算了啦，我用魔族拉过来啦，这种人真是欠打了。你不要给我跑，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啊啊啊！我现在 OK 好了 ，Thanks for the escort. Control EMS destination returning EMS at
destination. Returning to patrol and main channel. Affirmative. Good work. OK， 好，来，我们可以开始再继续我们的巡逻了啦。哎呦，这个救护人员真是气死我们了，叫他叫回来，不会叫回来，乱乱玩这样，也不懂还要去哪里耶，真是的。OK， 等在红灯这边，跟这位旁边的朋友晒太阳。来哦 ，Illegal Street Race， 非法的这个赛车活动又再次的展开了啦，在这个路程图这边。OK， Roger that， Over， This is Ocean One responding in code 3， Over。来 ，Air Support Unit， 我向你们 back up， 过来帮我追一下嫌犯。要先直升机追哪里 ？OK， 直升机追那两，叫我去追这两先啦。有两吗？就通知直升机追那两，那我先追这一两，看一下有没有办法能够在这个时刻逮捕到两位。通常是很少几率能够这样子做的。两怎么说呢？两这个啊，这个非法的这个驾赛车人呢，赛车人士呢，我们都有办法能够抓到他，但是只抓到一位罢了，没有办法能够抓两位，因为呢就是这样子哦，因为玩家才有本事可以抓到他们。不是玩家的话是不可能可以抓到他们的，如果是电脑的话是肯定抓不到的，所以我们玩家的手也是有限啊，就两只罢了，那也可能可以抓到这么多，对不对？但是有可能我通知这个直升机有办法能够追到他啦，希望。停下你的车子 ，Stop。Pull over now, you Mariaka。啊，停下来、哦、！Stop your vehicle right now, sir. You're under arrest. Come on. Please, come on. 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OK， 展开强烈的这个追捕行动。哎呦，警察撞死了鸟！警察撞死了鸟！各位，你们看到吗？快点报告给我，其实知道那个警察叫什么名字？他撞死了那个市民，可怜那个市民给他脚断掉了。给他撞过，来看你谁硬！哇 ，shit， 哎呦，差一点撞去树那边。我看你谁硬，来快点，有本事吗？看你谁硬，来 ，OK， 搞定呀！他撞去这棵树这一边了，还可以行驶啊！举起来 ，shit， 哎呦，哈、oh, ，shit， 我要追他，我要射爆他的轮胎也射不爆。我以为他投降了。Roger that, 10-4 copy。我们要去抓他先，抓他去，快点。还会停下来吗？应该是不会停下来的啦，那可能这样快停下来。看，我就讲了，他不会停下来的。我是说了嘛，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这么快放弃，他这个不会放弃的，不容易啊，这一个真是不容易追他。停下来，哎，老板，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来，帮个忙，停下来 ，stop 啦，你这个欠打的家伙啊！叫你 stop 不要撞，浪费我的车，又一直要追你。我还有这个事情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我可以不用追你了，懂不懂？这个无聊在那开斋节啊，趁机会知道马来西亚很多警察都是马来人来的，他们去巴社啊都是去嗨来呀，你就趁机会在这时候展开这个非法的这个赛车活动，看、啊、你这个气死我的！啊，没有想到我是一个华人是不是啊？没有想到我是华人呢、欸，我一定追你，给我追到勾勾利利！你要看你要去哪里，给我停下来你啊！那你停，装啊啊！破坏公物啊！连这一个超小电箱都有本事撞烂，你这气死人了！你这啊，破坏公物的家伙！
OK， 前有路障哦，好险哦哟！哇，差一点点就撞到那个警察了。OK， 但是还是不放弃，还是继续的在继续的跑。可以，你还是继续的跑，就继续的追，有本事来呀 ！OK， 哇哇哇哇哇哇，还要继续。OK，Let's go， 你要继续，我就陪你玩到底。等一下我还可以再来多一次，再撞下去旁边。来这边，一二三 ，Go！ 啊啊啊啊啊啊啊 ！Oh shit no！ 哇 ！OK，Really？ 很好，这样子捉弄我。OK， 他知道我很喜欢撞他，就趁机会闪开我，还有我整个人撞去这个龙沟区这边。哇，真的是很欠打哎！没有警察受伤啊？Roger that, 10-4, Ocean 1 responding, code 3, we are right now in pursuit, in high speed, with full aggressive, 我要叫那些追逐他人全部，哎呦 shit, damn, 等下来你走先 ，OK, 来，在我就跟在你后面，我要通知这些警察全部要给一个最猛烈的这个追捕行动啊 ，full aggressive 的追捕行动，哦呦。直升机也在追捕着你啊！不要跟我讲你今天有办法活，你是肯定不会活下来的，你一定够力。OK， 前面有路障了，前面有路障了，加油啊！路前面有路障，一定要逮到他。OK， 骗我，冲啊！我挡去旁边先。Yes， 哎呦 shit！ 为什么你不要跑？你为什么不要停在旁边呢？那他停在路中间也是有道理啦。哇哦，那个是马来西亚的电单车子的警察，哇，也是，哎呦哦，展开活力哦，每一个人都展开活力哦。我们看起来今天的影片应该超刺激了吧？再来一次，来撞，停下来啊 ！OK， 车翻了啦，这次我 不相信你不停下来了，停下来。OK， 他终于手举起来了。Get out of vehicle slowly on the ground now. Yeah, suspect is on foot. I got him. 来，一位警察下来指他，我已经拿着手枪指他，他敢乱动的话呢，我就直接向开枪了。其实真正马来西亚是没有这样子做的，马来西亚同样是直接拿警棍过去啊，直接呼他几拳啊，然后就抓他样子，应该是不会拿枪瞄住他，因为我们马来西亚人都没有拿枪，所以呢，我们人这样子，如果我没有拿枪的话，你不可以拿枪指着我；如果你拿枪指着我的话呢，啊，你就是放下了这个天下的这个罪名罪行 ，OK？ 你不可以拿枪指着一个没有拿枪的人。OK， 好，所以是车上是没有说非法物件，然后先问好问题，先比较好觉得。Hello， 哎，saya Malaysia Police 啊 ，Apa yang buat ni？ I got get lost pig. I ain't telling you nothing. 啊，他叫我离开啊，走开啦！你这个猪，好像哦，这个猪，走开！我不会告诉你的，我不会告诉你我做了什么事情。OK， 不要紧，这样子的话，等一下我问你朋友也是一样的。像你不要告诉我是不是？来。我请你上车，上我这辆很美丽的 Evo 警察车子 ，OK， 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你这一世人很少有机会做到。你要的话呢，就来到马来西亚做一个坏事，你就有办法做到了。因为呢，那我们马来西亚警察会请你上这辆车子，哈哈哈。OK， 好，所以现在呢，我们看起来情景是我们还有帮那个直升机还是在追逐着另外一个嫌犯。然后那一个嫌犯人是正在逃离这个警察的这个追捕法令之下，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去到现场。然后呢，只要有我们在的地方呢，通常嫌犯都会比较容易被我们抓到。那时候感觉那个嫌犯好像离我们很远一样哎。我不懂我要怎样找到他，我觉得我要去到他那一点找到他应该很久时间。
但是那边的直升机跟陆战行动已经开始被设立起来了，所以呢，应该也不会是问题有啦，因为我那边的警力已经这么强烈了啊，所以我相信应该有办法能够逮捕到他了。还要准备示范一下，要希望啦，希望如此，我们试看一下，先看可不可以，加油啊！前面是警察吗？不是，前面那位不是警察。地点就在 OK 这边，不会很远吧 ？OK， 可以来，我们要跑快点了啦，车子来快点 ，Evo， 展开你的力量，冲啊！路上又开始了，来啊，你先 block 住他先，就希望你们可以打到他，可以吗 ？Can you stop it？ 啊？没有啊，所以我们路上那样惨的哦，对手每一次都会给先发给撞过去了。你们可以射一，哎呦 ，no， 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车烂了，我的车烂了，我的车很烂了，很烂了。Yeah, yeah, I know. Oh shit！ 哎呦，惨了，连整个引擎都没有掉了，惨了，引擎都没有掉了。对啊，这一次惨了，这一次惨了，要怎么办？怎么办？引擎都没有掉了，引擎都没有掉了，我还可以驾驶车子的咩？这真是太离谱了吧！哇，我车还可以比别人车一般快耶！没有引擎的车，它应该是使用 gas 吧，使用这个啊煤气。来来来，用煤油，没用煤油来跑了。来，我们往去这个这一条大路啊，这一条高速公路。OK， good， 来玩快点 ，Let's go， Let's go， 冲冲冲冲冲，快点！哎，他在哪里？他在哪里？他在哪里？有暂时还没有看到他的。Where is the suspect? Where is the suspect? I don't see the suspect.没有看见 suspect 在哪里耶，不晓得是在前面吗？ Off the freeway? On the freeway 吧，有没有听错？他是讲 off the freeway 还是 on the freeway 啊？没有，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来再来，前进一点，前进一点，加油加油加油！OK， 我们 full out aggressive 了，用使用最强烈的这个追逐的这个方法，希望可以抓到他。OK， 直升机已经开始追捕了，还有其他的一些 unit 呢，也是开始跟着了，甚至还有陆战行动，他怎么能够破解这么多次的这个路障行动呢？绝对 OK， 好像向我来我这边了，我撞他撞他撞他，来来来来来，这两下，哎不是 ，Oh shit no，Oh shit no，No， 哎呦，我撞到四名人的车子了，不要紧，没有引擎的车子撞到四名人的车子，他不会这么伤害啊，不会这么伤啊，因为我的车子是没有引擎呀，所以前面应该没有这么硬啊，放心啊 ，OK 的。他还没有死，我再讲一些安慰我自己的话、啊，可以吗 ？Yeah, anti freeway, anti freeway, come on, we can do it. Suspect is just ahead. Draw, 哟，可以吗？可以撞撞，还是撞不到？不可以，不可以。哎，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他投降了，他投降了。Yes, good job.Free 啊，很好，也是博大的，看到吗？是不是我讲的没有错啦？博大的人比较厉害赛车，因为呢，在车子里面呢，他的头发是博大，头发没有阻挡这一个空气的流通啊，顺顺的这样子过去。Hello， 老兄，好久不见，记得我吗？我
我们当年也是赛车高手来的哦，只是呢你很幸运没有看到，没有跟我赛到车，当年我是第一名啊，所以呢可能你没有来参加，所以呢你没有被打倒，现在你拿着你这辆车出来外面跑，还是让我把这辆，还是让我使用这辆警察车来把你追到，所以这一次你又在输了啦。没有啦，不想 just 不想他再输了，即使他没有参加当年的比赛，他今年还是输在我手中，哈哈。他乱讲话，那你可能还做那种 I'm off or bad of my brother sign again 啊， you don't get like me， 你的朋友要告诉我说呢，不要告诉我任何一样东西，你知不知道？他说 Oh I don't give a shit， 他不会让我知道任何一样东西，所以呢现在你让我知道你只在讲骗话吧，完全跟他没有，你的话跟他的话完全没有连接性了。丢肉哦哟，自慰器很好，你是拿着女孩子的自慰器啊，变态佬啊，不只是一个很神经的变态啊，是个赛车高手，而且还是一位变态佬。看啊，我的车挡着整条路线，全部都阻塞了交通，惨了，这个还会阻塞交通，不好意思啊 sorry 啊，阻碍了你们交通，等下你们回不到甘榜，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sorry I move my car right now， OK， 来你们可以走了，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 OK， sorry 我把这个车门给关上一些了，这车门我怕等下后面有车也把它给撞过去。OK， 好，可以了。所以既然我这辆车呢，我就要通知这个拖车服务把它给拖走了。然后这两位嫌犯呢，我觉得我要叫两这个护送单位，因为他们两个好像不能够在一起，因为他们两个现在讲的话都是不一样的话，所以呢我相信如果他们两个分开的话呢，在不同的地方录取口供的话呢，他们也会说出一些不同的话出来，所以很容易就可以知道到底是谁的错了。 OK， 很容易就可以破案子了。白发魔女又来了，白发魔女很喜欢抓这些男孩子嫌犯的，我不晓得他抓了之后呢带去这个牢房里面呢会做什么事情啊我真的很想去知道一下，有点好奇啊，有一点好奇。OK， 好，所以现在呢还有一位在这边，还有一位在这边 ，OK， 来，你可以开到门吗？那门比较小啊，比较窄一点，可以哦。OK， 这个是我叫过来的这个 backup unit。小心！怎么？那个人倒了。喂，小心！你在这门干嘛？为什么我叫你抓人，你抓到那个人，抓到他昏倒啊，抓到他死掉？哎呦！我叫你抓了，你抓到死掉啊！哎呦，你搞什么鬼哦？怎么你半身的？哎，还不见掉？哈哈，他跌下去地狱里面了！哇，你跌下去地狱里面了啊！他在地狱里面要爬出来，爬不到了。哎呦，可怜啊，这样子的警察都有啊！叫你抓人，你就抓那个人，抓到死掉，然后你自己本身就跌下去地狱里面。哦吼吼，你搞什么？喂！哇，从地里面跑出来哇！OK 啦，你可以啊，给啦啦，拿去，让给你，我没有要抢你的人，放心，我以为他死掉了嘛，我以为他昏倒，没有想到还活着了。OK， 好，我相信他应该是下地狱，没有去找那个阎和华，然后去写他的名字，把他的名字给擦掉。哎呀，底下的地里面有那个犯人的那个什么，那个名字在那个死神的手上。他把他名字给擦掉之后呢，那个
那个嫌犯又火起来了。OK， 很好的一个 dramatic 啊，这套戏好看。OK， 好，来，我们可以接下去。我们借这辆车的目的呢，是要去到这个陆森都的市区，因为我不要在这边做巡逻。OK， 老兄，借用你的车子啊，谢谢你们，那辆车子把我调回去警察局。OK， 就这样子，我走先啦，走先啦。OK， 拜拜。OK， 我们现在要去到这个陆森都的市区，我们再接下去吧。OK， 所以现在已经到这个陆森都的市区了，然后我们要 parking 过进去里面换一辆好的车子过来。我们下去底下 parking 啊，因为底下是 garage 嘛，对不对？ garage 从那放车的地方都是在车仓库里面啊，车人那放车的那个仓库那边，所以呢都是在底下啦，不会在上面啦。但是我们这边好像没有办法能够进警察局嘞，说这里没有地方可以进警察局，这样奇怪了。OK， 这样我们再上一趟去先。来，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OK， 不要撞到啊！我们要很 professional 的，我们要很专业的，专业的警察是驾车也要驾到非常的专业，不可以有一点点的这个撞伤的痕迹。而且因为这辆车不是我的车，是 Blaine County 的警察车，他借我的，所以好好保护。OK， good。 OK， good， 很好。来，我们下车，我们下进去这个 garage 的这个 car garage 里面，我们拿一辆警察车出来。OK， 首先我们要什么车子？那马来西亚目前来有一些新车出现嘛，对不对？虽然这边有很多辆啊，我就拿这一辆啦，马来西亚的这个 Honda Civic 警车，哇，跑车嘞，各位，开玩笑哦。现在还来亚时刻，我们用这辆车巡逻是不是很有型啊？帅呆了，对不对？如果你们先看到这个荧幕的话呢，别忘了记得按下你们的赞，把你们手中的这个赞呢送给 Officer CK 我的今天的影片，希望只得到你们多多的支持。还有你们记得订阅 Officer CK YouTube 频道哦，一万订阅者就是需要到你们的这个努力来帮忙我到达，所以是非常感谢你们。 OK， 看到吗，这辆车非常帅气，非常美。哎呦， I very love it， I love it man。 OK， 来，我们可以开始今天的巡逻了， Let's go。 使用这辆车子的话呢，非常帅气，我还是很喜欢啊，感觉很棒，那种感觉非常的棒。Alright， 在这个市区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到底我们今天又会拿到什么样子的 call out 啊？有吗？哦、oh, ，来哦 ，vehicle filter with tracker， 有一辆车子是在我们 GPS 里面是有 signal strength 的，44、45、46、47、48、49、52，可以来靠近它了，是吗？我们应该是可以找到这辆车在哪里，是要靠那个 signal strength。OK， 越来越靠近了，越来越靠近了，越来越靠近了。对哦，哎 ，Control， I've located vehicle engaging pursuit， 那里没有看到 ？Hello， 没有看到，没在那里，应该是哦，这一辆啊？难道还是在那边？不可能吗？你的 GPS 有问题啊？刚才讲他的 signal 虽然已经很强好吗？然后现在这么辆车会变到来这个地方了？另外写着 personal vehicle， 我私人的车啊，我自己私人的车，难道那个是我自己的住所的地方？那辆车跑到我住所的地方？哎，我不真的是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搞的嘞。等一下啊，我先过去先看一下，看一下情景怎样先。哎呦 ，shit 哦！不要紧，不好意思啊、，Honda Civic 我的车子跑太快了，不好意思啊，毕竟我是 Honda Civic 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多多见谅一下。OK， 来来来来来，我觉得那个地方好像是我自己的家里来嘞，应该没有坏人在那边吧？不懂啊，我们先看一下先啦，看一下先。
因为那个 GPS tracker 是讲那个信号越来越强，是在那个地点。然后知道我们怎么讲呢？就是到了之后呢，现在还有讲是这个地点，所以我有点模糊，到底是哪一个地点才是真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这边可以吗？这边到达了吗？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啊！来来，这边这边啊，对哦，这间是我的家来的嘞。哎，没有，这样是 Franklin 的家，这间是 Franklin 的家 ，Franklin 的家，难道那个坏人是 Franklin 还是 Franklin 的朋友？奇怪，还是我们要在这个地点呢稍微徘徊一下呢 ？A few moments later.OK， 嫌犯总领者也出现了。原来呢，他是跑进 Franklin 的家里面，然后就可能跟 Franklin 讲话一下子，然后呢就马上跑出来了。还没有想到我们已经在外面了啦。Hello， 兄弟，哇，你看你驾的车是蛮美丽一下啦。这种车好像没有看过在这个 GTA 5里面呢，是吧？哦，这种车好像真的是没有看过。这样子好像真的是没有出现过在这个 GTA 5里面，感觉好像是新款式的。哇，跑得这么快啊！啊，你有本事跑得这么快啊，我也是有本事跑这么快，你有本事吗？来，我就跟你比过，我是 Honda Civic Type R 马来西亚 BDRM 警车，你有本事啊，来呀、啊，我跟你比过，你跑山上啊，我这辆车很有力的哦。啊，来 ，Roblox， 来路障行动，哎呀，你这个路障怎么跑到那边去？啊，路障。他说放在路上，放在这个左手边这一边啊，那个车子根本就走直路，那可能走左手边那边，笨蛋的这个路障啊！我说那 effect 啊，当然啦 effect 啦，哟，笨蛋 ，Sir， pull over your vehicle right now。啊，还是不要停下来哦，你看啦、啊，我们有是多次的命令呢，他还是一样不要。OK， 我动了他的车了，弄了他的车了，差不多要停下来。哦 ，shit， 还是停不到。差不多一点点，差不多就要弄成功弄到了，还是弄不到。OK， 不要紧张，我们通知这个空中的追捕单位先，给他三粒星先。我们要活抓他，我们不要杀死他。现在在 GTA 5里面三粒星都是要杀死他了。我们射一下轮胎，看有没有本事可以射爆他轮胎。哇！哇！他的轮胎是什么鬼轮胎来的哦？射不爆的哦，不会爆的，轮胎不会爆了。哇 ，shit！ 你的轮胎不会爆的，哪里制作的、啊？可以告诉我吗 ？Continental 啊，啊，还是什么 Goodyear 啊？shit！ 他轮胎不会爆了哎，这么好的车子，哇 ，OK， 这样好的车啊，我都喜欢呢。撞去旁边吧！哦 ，shit！ 哦，好 ，yes。OK， 还连那个别人的跑车都撞到啊！今天你死定了，手举起来，跑！哇 ，shit！ 叫我开枪啊！你这条鬼，哇，是小孩子来的嘞！果然是 Franklin 的好朋友。原来 Franklin 的朋友是认识这一种，你看穿着手套啊，头发剪好像公鸡头一样，不成熟的男人。那小孩子哎呀，这种不成熟的这种，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会被我们警方抓呢？问他一下。哎，小巧囝，要做啥物物件 ？I getting picture from the oriental detective for my blog。哦 ，OK， 你应该是拿了一些色情照片，要放进你的 blog 是不是？啊，不可以，难怪你要放的时候啊。啊，给我抓到啦！然后还去找 Franklin 啊，因为 Franklin 呢家里应该有存很多这些哈非法的这个色情照片。哇 ，pocket knife 啊！哦哟，你要拿这只刀来去什么？要去？你应该拿这只刀去威胁 Franklin 是吗？叫他给你他的这个他的这些裸体的照片啊？应该是啦。那这样子的话呢，你是变态佬啊！难怪可能是 Franklin 没有在家里的关系，你威胁不到他。找了一整间家找不到呢，就赶快走出来，那就看到我们警方在外面，你就快点驾车逃跑，应该是这样子啊，这整个情景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等下呢他不用去录口供了，警方可以带我去，我帮忙他录口供，我把整个事情讲出来就可以了。 OK， 好，可以了。来，你哎呦 shit，
你可以上车了，你可以上车了。OK, good。我把这辆车停去稍微前面一点先啦，因为这边好像挡着我的路线啦。OK, 可以了。OK, good。来，请求这个护送单位过来，我们有个嫌犯，把我带去警察局，谢谢。然后。我不要叫啦，我自己本身在比较好。来，这个拖车服务，然后这边还有一辆，你看我试一试看射他轮胎，看真的是射不爆，看到吗？真的是完全射不爆的，哎，哇，真的是就这么神哦，这辆车真的是，哎呦，我都想买样子的车。来，把我拖去这辆黑色萝莉呢，就拖去。警察局，我到时要做一个研究一下，到底他的这个轮胎是哪一个商家买的，然后我要去那间商家买一下，哇，轮胎被破了，实在是太好了。OK, 有没有附近靠近的警察局？要把这位嫌犯送回去警察局罢了。哦，非常靠近。OK, 就这一边到了。我们就亲自把他带进去里面啦。Escort the suspect by myself. OK, 你这个小丑架啊，公鸡头，跟着我啊！妈妈叫你读书，不要好好读书，剪这种头发啊，然后去外面啊偷这些色情照片。你要偷色情照片的话，我这边大把，我告诉你，但是我绝对不会让你这种人看的，放心。我是让那种播大人看的。OK, 停在那边，我要中你一拳，中你一拳了啊！啊，等下那个验尸官过来的时候呢，就把你尸体收去警察局啊，收去医院进行解剖了吗？不要啦，不是讲错，不是验尸官，是救护人员啦，救火你，他应该是头撞到那一个墙昏倒了。OK, so 今天的影片呢就到此为止啊，感谢各位的观赏，谢谢你们。记得给 Officer CK 多多的赞，还有别忘了订阅 Officer CK YouTube 频道，每逢星期二星期四晚上八点。记得明天没有影片了，各位，明天没有影片，因为今天影片呢已经播放了，只有在接下去的星期五和星期六。OK, 星期五是晚上八点，星期六是中午一点正。OK, 谢谢你们的观赏，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们在下一个影片我们再见喽，各位，拜拜 ，Selamat Hari Raya kepada semua orang Muslim di Malaysia, 拜拜。